发地就能到。提醒您收看本期精彩看点。好样的，好了，欢迎你们，夏诗音加油。好的，哎呦，《红楼梦》当中的鸳鸯，我是龙梅子，冲啊，梅子，加油！我们让他们挑战的是男生赛道，我滑下来了，我出场了，过去了，漂亮！哎呀，这个学习啊，这样抓了，好，好，哎呀，抓着绳子放起来，抓住，好，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今年夏天最最火爆、最最快乐、最最健康的滑地技能照智勇大成果。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李瑞。哎，我是刘。大家好，说欢迎。大家好，我是林林。不知道现场的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来的所有的冲冠选手当中，好多特别亮眼的颜色呀！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这些美女们。欢迎全场所有的美女们。今天这个我们是美女专场，美女军团齐齐来到我们的智勇大成果，给大家介绍一下。也要介绍两位美女队长。啊、来看这边，她就是新版《红楼梦》里面的鸳鸯。鸳鸯，欢迎，欢迎，打个招呼。来，在今天春晚呢，我们的龙梅子和王宝强合作的那首歌叫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可以说唱遍了大江南北啊！还是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叫出我们智勇大成果的口号吧。智勇大冲冠，幸运来挑战。好，既然是我们的美女专场，怎么少得了帅哥呢？对不对？没错，我们的单冠 PK 首先迎来的就是六位非常了不起、实力卓越的帅哥。来介绍一下健身先生队。有爱就有实力，正。接下来呢，就要介绍我们这边花样美男队。人花心不花。看到底你们能创造奇迹，还是我们能够过得去？我们首先来的是健身先生队的队长。哦，队长先来吗？对，队长先来。哇，队长加油！哎呀，我好担心的。健身先生队没想到派出了女队长啊！队长，你现在要顺着箭头的方向，哎呀，他把你队长的调整。上面已经滚了五六个来回了。好样的，做得很好，队长哈。来，看出来了吗？别动，别动，别动！好厉害！刚才有没有想到自己能过来？想过啊。那我觉得不难，我可以。他能过，你就能过，对不对？对。对，加油！我有强烈的预感，不会我们女选手过了，我们的男选手没过。来，把腿收起来。哇！哎，我们的大转盘真的是，哎，又倒回去了。我搞清楚了，真的，原来大家都是花样跳水队的。对。队长，我来了。出发！你能过得去。哎瞧瞧，这是我们的健身先生队，见了无数英雄过这一关，没见过这样过法的，直接三步过来的，记着，奇迹般的三关秒杀三关。刚才那是跑过去的，接下来我觉得花样美男队会飘过去。走，来来来，快，不着急，我们这个方法风格不同。对，再转一圈，机会到了，差不多了，你来到。帅不帅？花样跳水队的。三二一，冲啊！单关 PK， 哇！哇，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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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街舞，很漂亮。太了，跳水动作，预备，开始 ，Just go！ 要提醒帅哥保护好你们的眼镜。还想学别人秒杀呢？好，学一秒，他丢了一只站起，没关系。包腿，漂亮，好的。目前花样跳水队第一个过关的，唯一个着陆的选手，有什么话要说？后面的加油，不要怕。三二一，冲啊！好，哇，看一看，看他目光坚毅。队长，刚刚给他加油呢，还有机会啊！还有，有可能打成平手啊，有的看喽。三二一，冲！你的目的是过关啊？对，只要过关就可以了，咱们姿势先不讲究了。不是，帅呀，帅呀，帅呀！这是一个助跑的姿势啊，做了一个好帅的姿势啊！好，妈妈，我们这是稳定的回收起来。最后的获胜者是健身教练队2-1获得的胜利。而恭喜健身教练队，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滑地热水器。
哎，他们穿的 T 恤都好有个性啊。哇，这是不是都自己画的呀？是的是的。介绍一下每件 T 恤上面画的这个图案。嗯，叫炮灰兔啊，它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无厘头。这是谁呀？开心火车，也是我们完美动力的学生的自己的创造出来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呢叫机器人蹦，你看它这边是数字，到达一定数字它就会炸掉。这是我们的国粹京剧小叮当跟小花旦在一起，这个创意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孙悟空是，所以呢就证明啊，我们的九零后呢其实不仅会无厘头，也会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对，来，哎，看看能不能心想事成呢。过四关就有华丽消毒柜。好， Just go， 出发九零后。好，我们这些可爱的动漫达人，加油加油加油！跌倒了站起来，有些许的犹豫，哎，仍然不气馁啊。刚才说到了漫画，我觉得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这年代也看了很多的漫画。不能说我们看的漫画，这个我们看的动画片和漫画一说出来就暴露我们年龄了啊。我觉得蛮好的，你看像铁臂阿童木、葫芦娃、大闹天宫。啊，我们的京剧小脸谱是落水了。出发出发，这是热爱体育健身运动的韩丽杰。丽杰，哎呀，丽杰、哎、看样子这个脚力还需要有待增强啊。冲啊！哇，小机器人要爆炸了。哎呀，这个背后背着蹦的冲力，希望它能够动力十足，给我们带来九零后的完美动力。是的，他们身上穿的 T 恤呢都是自己创作的，也别具一格。好样的，节奏很不错，保持不错。这是机器人蹦啊！来，到外圈，好样的！我不，我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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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啊，他像在转盘上像个弹跳床。哇，挥一挥，挥一挥！千万别以为他们是草台班子的，人们都是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啊！研究什么专业的？研究传统体育，对不对？认识一下唯一的这位女侠，请问女侠怎么称呼？我叫张娟娟，来自湖南师范大学。习武习了多长时间了？从小练，大概现在有13-14年。接下来他们果然投掷这个魔方的方式也不一样，来开始。哇！哇！一脚踢进去了。看看这一脚。哇！哎、厉害了！研究真的有成果。Just go。好，我们看到一位。我要跑不过去我就打。哇，娟娟这条功夫裤颜色好漂亮啊。对，翻个跟头过去就行了。娟娟、这个、你的过来方式很独特。好，人家练了十几年的武术了啊。看到我们这位娟娟这位武林女豪杰之后，我也起了这个练武的念头。啊，疯狂转盘注意啊，第一个转盘不要纠缠太久，一步最好能直接跨到第二个转盘的中心，轻轻一点。对，真的是做到轻轻一点，不拖泥带水，身体按照顺时针的方向要转过来。现在是啊，好的，很好。你看他的这个，好，下面一圈准备的时间到了，准备的姿势。哎呀，娟娟你怎么了？前面都做得很好，后面不知怎么了。Just go。 来问一下，他平常习武比较擅长的是哪路功夫？武扑。哎呀，那个双截棍。人家身上就写着二节棍呢。好，这些研究中国传统武术的研究生来闯关，而且呢，我觉得他们一开场就给大家眼前一亮，特别是那个掷骰子的环节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呢，很幸运，只要过三关就可以拿到奖品。这个作为我们这些练武的人来说，你们如果我们前面一两关就被难住了。那实在是太掉面子了。是是，你看第三关，但是现在是方向相反了。我要提醒一下你这位选手，看看他会不会壁虎功。这个人家练武之人自然有人家格外的套路。是是是，你看没掉不头来了吗？好，但是时间有限。哇，哎呀，身手利索，恭喜你已经拿到了三关的奖品了。撑杆一跳，两点要注意。好好，华丽的、现在已经变成了消毒柜了，华帝消毒柜了。热水器已经变消毒柜了。接下来，如果你能冲上来的话，我们将会把我们的华帝聚能皂送给你。为了鼓励你，我们的鲜花都准备好了啊！脱手了。我刚把准备把鲜花要把奖品端上来，没想到就看到水花一片。价值1800元的华帝消毒柜送给我们这位武术研究生。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为什么带着这么大一颗心来呢？大家都知道，
这次8月8号甘肃的舟曲切动着我们，所以说我们在第一时间呢捐出了部分物资，也希望呢今天通过这个舞台抬着这个心来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前去舟曲自救大中华耶、yeah! 好，谢谢，谢谢你们，我相信这颗爱心是可以传递的。多少爱心的力量无限、哦、不错大家好运气过四关，有爱就有希望，舟曲加油，我来了，好，预备出发 Let's go， 加油大哥，毫不放弃，好，坚持到底，记住这位选手不能走边路啊，友情提示一下，好啊，你不让我走边路我就落水了，我走水路，对，出发 Let's go， 加油加油，小雪加油，好，这爱心在传递，力量也在传递，来五段跳考验我们女选手的这个举起喝声的能力，一二三四，哎呀，第四步不是往水里中间稍有松懈就容易这样，弹力向出发 Let's go， 出发 Let's go，这个难道是你们团队的标准过关方式吗？难道你让我们都通过力量和信心来战胜困难，对，我们看到啊，我们现在现场呢下着小雨，然后我们这个水帘洞里又在喷水，对选手我们来说真的是风雨交加呀，但是我们的选手不屈不挠啊，因为接下来你看起码这个选手很不错，小心啊，小心小心，哎呀呀，华丽技能到，提醒您战局更精彩，哎呀好险啊，超级了，好的，厉害厉害，成功了，欢迎你们，嘉欣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一步，好的，哎呦哎呦哎呦，我们让他们挑战的是男生赛道，我滑下来了，我出跳起了，我去了，漂亮，那个来个老英雄，哎呀，这个学习啊，好好，哎呀，军红楼梦当中的鸳鸯，我是龙梅子，冲啊梅子，三四五，好样的，哎呀，这样抓了，好，欢迎美女与野兽组合闪亮登场，那接下来的话呢给我们要展现的是赤肉文化当中啊，就看到没有，我们的美女都穿着豹纹衣服，哎，我们的男生身上挂着树叶，哎，穿着背心，现代和古典的结合，哎，是的，是同样也是野性和活力的结合，哎，好了，欢迎各位，那刚刚呢我们在场上看到的各位朋友呢就是我们新化中华吃肉文化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的各位优秀的模特们，好，那各位呢都是展现我们吃肉文化的这个来到这里，对不对，来告诉我们吃肉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勇猛野性忠诚，接下来在比赛当中他们将会分为四组来同时进行 PK， 这种勇猛忠诚和野性，对，开始 Let's go， 冲啊，哇，就好像是当年奔波在我们的崇山峻岭当中以野果为生，哎，你看啊，还有跌倒了相互扶持，好，男生这边取进了森林了，他要像泰山一样荡过去，刚才那一幕女生这边跨过一个非常难过的小溪，吃油加油，哎呀，这个男生倒是顺利的过了二关了，但是这个女生呢已经是你不用等他了，走你自己的路吧，好，往前冲吧，争取多拿几分，哎，哦，加油，到外面，到外圈，哦天哪，手不要去摸蓝的，离开蓝的，对，不要碰内圈，好，调准方向，按照箭头的方向，按照箭头的方向，好，他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你的位置不，哎，小心身体位置不正，好，没事，对，有机会，好的，太好了，终于看到选手向我们的终点处一步步在靠近，
撑杆跳，最重要的是第一要助跑，第二抓住杆别往下滑，尤其是空中的时候别往下滑。握紧杆，握紧杆，哎呀，太可惜了，都已经摸到岸了。好，这一组是四分，四分 ，OK， 开始出发 ，Let's go。看样子现在还处于母系社会啊，是美女先跑，男生紧跟其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自古有之。好，我发现我们这个蚩尤女在第二关都是很考验人的。好，这蚩尤男也在同样的地方落水了，现在一人得一分，两个人加起来两分。看看野人三组的表现，出发，看看他们是怎么得满分的。好，这两位是力争拿满分的哦。哎，那就意识着有点像，野人非常友好的野人在右握了握手。两个人在这个二关的起点还商量了一下，相约在码头见，开了个小会啊。对，两人说好了，相约在码头见。加油！来看看女校，哎呀，看来这位男士怎么回事？女孩不要手晕，好样的！我告诉你，刚才那个男人说话不算数来了。我们美丽的姑娘反而信守了诺言，下面的奇迹只能靠这位女野人了。哇，她身上挂满了秋天的树叶。到外圈，姑娘女娲能不能补天呢？很好，树叶又落了，看到没有？蹲起来，哇，树叶已经落了，不要跪在上面，要蹲着啊，走自己的路吧。那个男人不会再来了。起跳的姿势，抱紧了，好的，厉害厉害厉害，成功了，太厉害了，继续前进吧。我们的秋千终于要等来美丽的选手了，第一档就要跳下去，跳下去，跳，快，扶好，哇，哦，做得很好，太厉害了，哇。她真的可以说是个女蚩尤啊！美丽的姑娘，太棒了！现在还有十几秒，你已经很不错了。最后一关，我们试一下吧。很多选手想来到这里都难。冲到第五关前面，抓着绳子，绷起来，抓住！啊！哎呀，好悬啊！她真的是有机会的。好厉害！看来这个选手不光美丽，而且呢也非常的有实力。一个人独得四分，加上刚才那位男选手贡献了一分，五分。来，备，开始。Let's go。哎，其实两个人只要都能够一起齐心合力过三关的话，就有可能反超啊。好，加油！希望二位又能够相约在码头见呢。啊，他们没有约啊，连会都不开了，直接开始跑了。你之前说好了，出发前就说好了。他们要从原始社会迈向文明社会。好，来，好险！啊，哎呀！坚持了一下没坚持住啊，最后我以为他能够上来，坚持大概三秒，最后落水了。好，要靠接下来的男选手。这一关看来到外圈男生了啊，到外圈，对，但是别太外了，脚缩回来点，方向按照箭头的方向调整自己身体的方向。刚才女伴贡献了一分，希望你继续再接再厉啊。目前最高分是五分，哎，抓空了三分。我们要把鲜花送给那个得分最多的选手，也是足得四分的蚩尤女。在这儿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你们这组呢，你和你的同伴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我们的华帝热水器一台。哇，欢迎来自长沙机务段的火车司机朋友，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想问一下，这个火车司机们，你们平常在开火车的时候有方向盘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方向盘啊。火车非常简单，基本上按两个键呢，它就会走啊，就会走，它就没有方向盘，所以我们说火车司机永远不会出轨，因为火车不会出轨。智勇大冲关，火车开动冲全关。四，开始，出发。这位火车司机呢，同样也是姓燕，燕师傅，他开火车已经开了十年的时间了。看来我们应该为了迎接火车司机们，专门修条轨道。开始 ，Let's go。各位旅客，大家好。通向我们的由长沙之段开往智勇大冲关的列车现在已经出发了。现在驾驶本次列车的是列车长燕剑锋。哎，列车长不开火车的，火车司机在开火车。哦，对，我们这趟火车就是列车长开的啊。乘客只有列，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怎样，我说是列车长开的吧，列车长开的少了。开门见山
的，接下来呢，我们的两队女选手啊，今天呢要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挑战。今天他们这个闯关的过程当中，我们让他们挑战的是男生赛道120秒，如果可以闯过他们目标当中的这个关数，我们就有大奖等着他们。是，同时呢，过第二关的这个方式的话呢，可以从边路来行进，就抓旁边的杆来走，有没有听清楚？听清楚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开始。五关，出发！第二位挑战者同样挑战的是男生赛道，120秒，跨得很利索，看着你跨得多帅，可以走边路。Okay, 好，上。你是女生，所以可以扶旁边一点，这样子可以减少难度。好，不着急，选手不着急，不着急，完全要靠臂力啊。女生做这样的动作其实真的好难啊！是，她这个动作，她这个动作都非常有。对于很多男选手来说，这样的也并不是特别容易过的一个关卡，这应该很消耗体力。好，最后一下能不能过呢？好，过了，过了，过了，耶！还有一分钟的闯关时间，别着急，稳住了。好，到第二个来，这两步跳得非常好，落点落在中间，这个落点比刚才，他就有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位置。对，这个落点比刚才那女选手就落点好多了，但是我们到外面来，到外面来。要尽快把身体调整到外圈，别在里面纠缠太久。好，腿收回来，腿收啊，把箭头的方向好，不着急，抱紧，哇，实力不错，抬紧抬紧，还有30多秒，来，还有最后两关。好，记住这个诀窍，一定要跑起来，来一段助跑，手紧紧握住杆，不要往下滑，尤其在半空中的时候，千万别往下滑，握住，滑下来了。哇，撑杆跳真的难度太大了。来，刚刚那位选手表现很不错，看看你能不能创造奇迹。可以，预备开始。来，加油，又是一位挑战到了，再爬起来，继续来。我第一关也只花了，千万不要认为他走错了，速度还是非常惊人的。对，挑战的就是男选手的关卡。第一次发现女孩子比例很聪明，厉害吧，他动脑筋了，这样可以非常节省体力，对，很聪明，对，这样还可以有一个三角的这个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再坚持一下，可以不用耗费太大力量，马上就过去了，好厉害，要想办法移到横杆的中间，再过去荡过去，好，很聪明，真的令所有的男选手都有点目瞪口呆的感觉，有点自叹不如的感觉，关键的第三关，好，也不错。来，很好，哎，还有时间，还有一分钟的闯关时间，时间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是记住啊，胳膊紧紧的搂住，两条腿尽量都不要错过机会，抱紧了，抱紧，漂亮，好的，漂亮，而且定得很稳。接下来挑战的是撑杆跳，这个真的很难了，手一上一下，哇，出跳起来，过去了，漂亮，出了，奇迹出现了。你相信你的眼睛吗？来，往前来，没事，跳过来，对，轻松过来了，这不是问题。女神，现在又有难关在你面前了，所以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跳起来，好，抓紧，哎呀，太可惜了。主要是他之前就一不断的挑战我们男选手的关卡，真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了。哇，瞧瞧这身整齐的服装，好帅气呀！哎呀，既然各位都是专业高尔夫球手，肯定就打高尔夫球没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跑骰子了，各位如果能够把这个球打到洞里边去的话 ，OK， 跑三关就有奖，好不好？但是如果进不去的话，那么要跑五关才会有奖品哦。听清楚没有？好稳呐、啊！哎呀，没有进呐、啊！来看看一个非专业球手的，来，瑞哥来个老鹰球。啊，太厉害了！那刚才在瑞哥的这个鼎力支持下，我们高尔夫球队的专业选手们，你们只要过了三关，现场就会有大奖送给你，加油了，出发！来，掌声鼓励一下！哇哇，帽子已经丢了，看样子今天这个不在状态呀。别开始，走，出发，丹丹。快快快呀、啊！这个学习呀、啊，三、二、一，看你的吧。看看我们高尔夫球手呢，在这个球场上的这个着装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欢迎欢迎，加油！小心啊，小心，小心，对，还有机会。好，我们先稳定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慢慢的调整一下姿势。好，帽子没有了，不管它了，放开手脚。来，我们蹲起来，希望你这一关能够过来哦。好多场上有好多啦啦队，好样的，抱住不松手，抱住不松手，千万不要，哎，好好好，不要泄气，好样的。现在可以放松心态了，奖品已经拿到手了，接下来挑战自己，加油哦，第一个落点就跳，看着机会就跳，好好，哎呀，啊，太可惜太可惜了，恭喜他获得了华丽热水器。让我们欢迎来自 X 特模特大赛的家里们，欢迎你们！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爱这种大中华会让你的身材更加的棒。看看 X 特模特的运气怎么样？哇哦！过三关就有奖品，冲啊！活力宝贝菜菜呢是一位长沙妹子。啊，我们这个长沙的女孩可以说今天是主场作战了，应该有很多优势啊。对对对，香妹子嘛，很泼辣的，今天把泼辣的风格在我们赛道上展现的出来。好的，厉害厉害，有实力啊！加油，菜菜！跨过去，好。到外圈没错，我们现在反过来，反过来，对。按照箭头的方向来调整身体的方向。手不要抓这个内圈蓝色的部分。很好，现在我们把头调转过来，因为你现在逆向行驶了，菜菜。那是反的，对，要保持重心向圈心。加油！不错不错不错，能够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冲啊！衡阳妹子来闯关，加油！哎，这几个跨栏做的挺标准。第二关，祝你好运。大胆向前冲，加油加油，最后一步，腿跨的太往上了，很容易在最后一步，加油，啊，冲啊，看看你的动作是不是也像一只灵巧的小喵喵呢？其实我们美丽的模特要知道，只要过了三关，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华丽热水器送给你们了。是啊，一定要争气哦！这么好的运气，千万别轻易浪费了。哎呀，可能赛道对我们的姑娘们来说的确是不容易，太难了一些。原来叫嘉欣都是美女啊！嘉欣加油！好，看看嘉欣的庐山真面目。哎，开始，冲啊！雪儿加油啦！这是一位东北姑娘。哎，真的蛮有运动细胞啊。哇，这位东北姑娘好厉害！对，为了过关，不要保持那个神秘感了，把这个面貌摘了呢，看得清楚一些。哎，更有这个运动健将的感觉。对，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好的，哎呦哎呦哎呦！这个姿势真的就落水，蛮难的，做出这个动作，你看到没有？然后一个滚翻，哇！请欣赏酒店服饰秀。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大师，请问这个架纱是什么做的？台布。台布是吧？怪不得我早就看到上面有块油。他们都是海鲜味的，看这个带着这么大一朵这个牡丹花，好炫呢。对啊，哎，这是自己扎出来的吗？对对对，自己弄的。三二一，丢起来！看看是几呢？过几关就会有奖品呢？哇、哦！五关。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种子选手怎么样？啊，这不过得了，牡丹花的种子、啊。是一颗有实力的种子。哎呦，真的是种子。这种子摔得很疼啊，这身台布做成的袈裟真的有点反了，太事了，我这还要把它系好，不错不错，你可以可以不穿了，赶紧过。哎，不管怎么地啊，这个风度不能丢。哎，别看他个儿小，我觉得他这个他很有运动的感觉。
发挥稳定一点，但是这个距离比较长啊，对，间距比较大，抓稳了，没有问题。发现没有，他每到一关那个台步就基本上撒一次要扎一次啊，他很像古时候人们身上带的盘缠，带的包袱，搭脸的，对对。好，来我们来看这位大师怎么样化解目前的困境，找不到方向了，按照箭头的方向。好，对，没错，现在方向是对的，准备好起跳，希望这个台步能够助你一帆风顺。不能转得太久了，这转得太久晕了。好的，哦，谁手提的台步不能过来？真的是个幸运台步啊！感觉这人家的幸运物啊。要过每一关之前，首先拉一下台步，这样可以增加幸运指数。好的，哇，还有十一秒吗？看来这个是幸运台步，这位西天取经的高僧。啊！他变成了孙悟空，这时候你应该喊一句：打雷了，下雨了，收衣服了。也要贫僧来也。你看他下了水了。三二一，出发！你看，希望你快乐享受赛道，享受挑战。对，我觉得最后能不能闯关并不重要，重要是在赛道当中大家感受到的那种乐趣、刺激和挑战。加油，这位选手！希望你今天超水平，稳定发挥哦。现在选手来说，第三关的时候稍微稳一点。对，现在太着急了，因为前面两关对你们来说是不成问题，但是第三关绝对不要轻敌。准备了，还有四十四秒冲关时间，报警，报警，报警！哇，王婷过来了，他们时间比较紧了，好样的，好样的，现在还有二十多秒。哦，这家里人都是体育家族啊，我也觉得这么厉害。平常没事是不是就跑步啊、爬杆比赛啊？现在就十几秒了，踩着弹床跳起来，好，抓紧，别松手，可以换绳子，抓黄色的，好样的，再提到这边白绳子，还有时间。贴到白绳子，白绳子是比较好抓。好样的，有机会，来来来，有机会，快！你要抓绳子，不能走楼梯。快快快快快快快，时间不等人，快！哎，哇！大奖送给你。这是我们的华帝巨能造，恭喜你！好了，接下来呢，欢迎我们两位美女队又要开始 PK 了。首先在我右手边的就是性感天使队。来，我们看看这边是什么队。我们是小嘉宾。这是小家碧玉的感觉。对啊，在我们两队美女开始 PK 之前，我们还要请上两位天外来客。我们有请仙女下凡。哇！欢迎两位。著名歌手龙梅子。嗨，大家好，我是龙梅子。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原来我想已经把香还。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同样还有一位美女，大有来头，新《红楼梦》当中的鸳鸯，欢迎欢迎。听那莺儿说，听那莺儿说，南阳浊酒是少州饮过，啊，少州饮哪个？没完我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还不是我来推你嘛？哇，好多男生大合唱啊！没有没有没有，我看那边有几个男生，刚想回答我，要赶紧看一下身边的女生。我今天飞宇要帮助的是小家碧玉队成为他们队的队长，美女 PK 马上开始。好，来，首先是我们小家碧玉的罗龙香，预备开始。Let's go！ 你看，他依然很小家碧玉，迈出的步伐都是不一样的呀。对，你看，连过三关，你还觉得他小家碧玉吗？哎，这五段跳可注意了啊，每一步要不要踩得太高？一二三。五节奏非常棒，好轻松啊！腿长就是有好处，厉害。小家碧玉一般按以前的说法，就是还在家里帮着家里做点事的，就是还是动手又动脑的这个，就像那种大家闺秀才是不动手的那种。因为有丫鬟是吧？对，其实小家碧玉是一种气质了，你看。性感天使队，看我们的啦！三二一，出发！性感天使的姑娘们穿了一些很可爱的海军装，
要一点起跑，要一点助跑。对，来点节奏，一二三四五，好样的，哎呀！说了是，这刚才只要有点助跑的话，就不会这样。妹妹要是掉水里，那个把她捞上来嘛。你看，放心了吧，开始 ，Let's go。现在小嘉宾二号选手，哎，听说有这么多男生要捞他出来，你看，有如神助。来段助跑，来段助跑，建议来段助跑。好，一二三四五，你扒在第四块上，站在了第四个，不断跳上，哎，腿长是有好处啊，他就过来了。我看他能过来吗？踹一脚就过来了，哎，对了。佩服佩服，那个小嘉宾人家动脑子了，那个地方就感觉已经过不去了，他干脆停下来。他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疯狂的转盘啊，开始！前面的姐妹可是在这上面啊失手了，接下来到前面，到前面，赶快到下面大转盘上去，赶快，别耽误太久，相信我，快，对。你会被转晕的，这样。哎，对了，到外圈，到外圈，不要跟内圈发生。别去摸内圈，别去摸那个蓝色的部分。好，按照箭头的方向，采用半蹲的姿势。哇，他这样抓的，我就说他这样抓的很危险的，果然还是没过来。对，刚才说要捞他的哥哥们呢，快赶紧跳下去救他呀！哥哥们都看傻了，哥哥在下面早就准备好了，让他每一关都过得险象环生。出发！好，我们的性感天使是来自于我们的模特秀网站的漂亮的 model 们，那么今天呢也要在我们赛道上一展自己的雄风了啊。那么刚才呢是得到了一分，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可得把分提高了，不然的话就被对方甩得太远了。一二三四五，这个有助跑，哎呀，怎么回事？我就说今天有助跑会好一点，没想到他同样的地方来对冲。虽然是小家碧玉，但是在场上我们就是个女战士，你看有那么多男生在给你加油。五分，而且我们小嘉宾队好像统一好行动了，我们第二关都要过去，目前第二关的成功率比较高。滑了滑了，第二关的第四段滑了，第二分没拿到，那么现在五分，是五分了，冲啊！哎，这位姑娘你姓什么？我姓感，我叫感天使。好，又拿到了一分，加油！这个，他从帘子外面就开始助跑了，我觉得这个姑娘，这个、哎呀，三分。好，现在的比分是5-3，小嘉碧玉队胜，但是战局还没有结束，因为两队的队长还要进行一个对决。现在的话是我们的性感天使队落后了，好像听说我们这个小嘉碧玉队的队长要发扬高风亮节，是不是？对，我们把机会让给你们，就是看你们能把握这个机会了。就是你不跑了，就看他能不能够连过三关，对不对？对，梅子，我们不要他们让，我们有实力，是吧？一定会赢，加油！龙梅子来喽，梅子加油！梅子如果能够过关的话，哇，机关过了，好，好厉害！最最关键的第二关马上就到来了。哎，听到这个，我们性感天使队的队长能不能为我们夺得奖品呢？当然，刚刚梅子冲啊，梅子！他说我今天是有钱没钱都要闯关啊！队长也贡献了一分。是的，有年没年回家过节啊！在这里面恭喜的就是胜利者，就是小嘉碧玉队，每人获得我们的华帝热水器，每台价值1100元，恭喜你们！一人一台。幸运的大奖，智勇大冲关开始滚动，三起来，二一停，好，恭喜大家，恭喜大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要犹豫，赶快拿起电话来报名吧，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731-8281-0800和8281-0900，报名地址是湖南长沙皇冠假日酒店的生日啤酒吧，还可以登录精英网来进行报名。欢迎各位，不要忘记，大家可以加我们的 QQ 号来现场报名以及互动，我们的 QQ 号码是8000-51000。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华丽为我们提供的丰富多彩的奖品，以及我们的澳洲莱茵为我们提供的莱茵植物防晒 BB 霜。是的，是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的7:35，智勇大冲关，不见不散，拜拜。